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自从上一期 vlog 发布之后，我们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与点赞，在此我们非常感谢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说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法院强制执行，那么今天我们来了，下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前往强制执行现场。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将一名被执行人带回法院接受处理。你这逼不履行，你夫妇属于一部分逼不履行，你告回答我，因为你没有抚养证。把桌子，把桌子。以上就是紫山法院司法警察参与强制执行的全过程。下一期我将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警用装备。